发现笨蛋亚莎。哟，你怎么在拍我最丑的动态？妈，我要剃刘海。这是一镜到底，是超妍妍。白鸟哥。有人吗？加上我吗？对对。多少？三千。幕后。幕后超紧。当什么很累？当练习生很累，当国老板很累，吸毒有点累。不是。搞笑的，没有啦。放不住，好。好，太高了，没进太空的吗？都被外太空了，这个有点广。可以吧？这个时候叶二学说你眼睛太高了，你已经在拍了吗？没有啊。绝对没有。你是不是其实已经在拍了？你拍到我毛细孔了，你知道吗？快进来，太近了，不要靠近他。好，可以哦。
吃指甲。